对决，接下来进入宽恕冰红茶暂停时间。
you need.让我们继续来为姑娘们助威加油。韩旭啊，这边哇漂亮，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也是再得一分。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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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时间找这边联系，进攻时间也到了。后防线，一个小动作，忽然的启动，哇、哦！这真的是如风一般的保护啊！挡一个拆，韩旭选择自己远投，少女队这边也是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啊！等待蓝方和他们之间少了一点默契。连续的转身，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一个凸显啊！赵玉自己的突破，这一球。出手被对方封盖，韩旭这边陈旭的突击，上完了之后，然后少女这边搞了犯规啊！姑娘们确实打得很顽强，现场朋友们，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，加油！我看一下韩旭的发球。少林抢下关键的篮板，赵玉这边再送队友，乔蕊的防守重心也是放得很低啊，刚才乔蕊自己的出手篮板，注意一下进攻时间。
秒的时间，韩克少女这边追平了比分，现场夸分，掌声送给两队，看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化身论剑啊！我们看一下究竟谁能够在江城卫领这代表着2019三千三黄金联赛武汉地区、湖北地区的最高水平。这边赵玉连续的变向网站。两个姑娘真的是拼了哈！还剩下最后6.9秒的时间，这个罚球很关键啊！常规时间到，接下来要打加时，看一下两队谁先到两分啊！真的是高水平的对话，确实也是伯仲之间哈、啊，难分高低，只能够说谁的心理水平。我们请医务人员来一下场地哈，刚才我们这边江湖六队的球员有受伤，请医务组的人员来一下场地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边啊，两队的球员都在最后时刻全队啊在进行一个沟通。江湖六队这边韩旭刚才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是有受伤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加时。而另外坦克少女是渐入佳境，在比赛后半程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啊。我们的医务人员是赶快帮助球员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啊。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又果敢又美丽又帅气的姑娘们好吗？我想喜欢打篮球的姑娘永远都是最美的。五号的韩旭进行简单的包扎之后，也是回到了球场上。两位加油！接下来进入加时，谁先得两分，谁将成为本站的冠军。看一下天赋的防守。Sorry.
极具实力的挑战，谢谢两支非常非常优秀的球队啊。